我个人一个很深的从神那里来的领受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每一个环节都是敬拜。今天我们在这边听到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被动的在这边听到的，其实听到者跟讲道者两个之间是一个连结，是一个连结。我们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参与的敬拜。主日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爱宴，包括我们的敬拜，都是在对神的敬拜。所以我很深的感动是，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来听的讲员讲的怎么样，或者这个讲员什么样的特别的信息特别幽默，不是的，我们是来自因为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激励我们。神的道让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跟神说阿们，是的。当你看到这个讲员在传讲这个神的信息的时候，他把神的道告诉我们，因为神的道可以洁净教会，也洁净我们的生命。同样的，当你看到这个传道人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请为这个传道人祷告。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只是在那边就说这个传道人讲怎么样，那个传道人讲怎么样，那不是神的心意。请为传道人祷告，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肢体的连结，这是一个肢体。我们是属于神的肢体，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敬拜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一个馨香的活祭，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到这边，说所有的众圣徒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机会，不管是得时或不得时，我们都是要来传神的道，我们都是要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就是来敬拜神。唯有在祭拜神当中，我们才知道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用这篇道来洁净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可以为神做光做盐。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求你祝福我们众圣徒在一起的敬拜，愿荣耀归于你。这是一个馨香的活祭，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今年疫情带给世界上很大的冲击，一时之间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传言流言到处都是。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武汉肺炎的真相是什么？这个病毒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疫情又是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的天性就有一颗追求真相的本能，孩子们喜欢问为什么，我们希望别人告诉我们都是实情，都是真相。每个人都渴望真的了解事情的真相。16世纪后的哲学发展受到笛卡尔的影响，怀疑论就逐渐的成为这个世界思潮的主流。现代的哲学家认为在世界上找不到绝对的真相，所有的真相都是相对的。你认为对的事情，对我来讲不见得是对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相，事情的真相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的经验、认知跟感官上所体会所下出来的一个结论。比如说，你跟我讲说四川菜很好吃，可是四川菜来讲，对我来讲太辣，我受不了。但是我跟你讲说台菜很好吃，可是台菜不够辣，没有味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的认知跟体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说这个就是绝对的真相。你认为是对绝对，我认为事情不一定是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所以我们只是在寻找一个相对的真相。举例说，很明显的一件事是中美贸易战，基本上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大国他们在认知上所发生的冲突。这个冲突中谁对谁错呢？这没有人可以定论，没有人可以定论。
定论，因此在政治中话语权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他们政府对媒体的掌控跟影响力是不遗余力的，双方的政府都会想尽办法要老百姓相信他们所编出来这套真相，他们想要让媒体告诉民众说这个就是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基本上现在的哲学家已经放弃问这个问题，他们改问另外一个问题，说在众多不同的真相中如何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希望说我在这个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啊，我终于找到了我所要的答案了。因此哲学家告诉世人说，事情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但是发掘的过程中找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答案，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事情这种态度深深的影响到这个世界的潮流，因此人们开始相信说，那既然我们找不到最终的真相，那我们只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我们不要浪费力气去寻找那个毫无边际找不到那个真相，找不到那最终的真相，我们花力气在上面干什么呢？但是圣经却恰恰的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的真相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够找在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一起来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十一章一到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那所造之物出来的。好，当我们读到这个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的事情，以前我们属灵的伟人因为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就受到上帝的称赞。由于信心，我们明白了宇宙万有世界的上帝的话所造成的，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所看不见上帝的所创造。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对我们的信心是处于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他期待他的子民能透过对神的信心可以超越时空，超越现况，而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最宝贵的是这个真相是带给我们无比的盼望，这个真相会带给我们无比的盼望。然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到三节的教导对于现代人存在两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唯物主义的影响，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唯物主义，唯物论。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肉眼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科学是检验这个真相唯一的方法，人的价值只要能够透过这个世界才能够衬托，才有彰显。因此我们如何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重点。但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一个暂时的世界，我们只是一个过客，将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起来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第十六节，预备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远远的望见，
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被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圣经里的家乡在等候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对事情的认知会给我们人生的优先事情带来改变。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说，生命的重心就放在今世的追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把生命的重心放在那神未来的国度当中。当我们看到这样比这个相对的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重心是放在哪里。如果今天你去一个旅馆的话，如果今天的旅馆的沙发你坐得不舒服的话，你不会想去买一个沙发，把一个更好的沙发去放在里面。电视坏了，你不会说我来修电视，电视太小，不如买一个更大的电视，不会。但是如果你家的沙发不舒服，你家的电视坏的话，电视太小的话，你会做不同的决定。所以人的优先顺序跟我们的国度观有很大关系。你的国度观是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将来神的国度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抉择。第二个挑战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感官可以进到的才是真实的，那看不见的、感官不能经验到的是虚构的，是不真实的。这是唯物主义来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超物质、超理性、超经验的，我们是超感官的，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肉眼感官来验证上帝。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是，圣经告诉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东西是短暂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永远不变。我们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是神的教导。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第一个，这个世界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将来一个更美的永远的家乡。第二个，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东西都要过去，看不见的上帝才是永恒的。世界上的哲学家以怀疑的方式来寻求真理，用科学来验证真伪，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真相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真相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信心是验证真理唯一的方法，信心是验证真理唯一的方法。当我们今天读到今天经文第三节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住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进化论者常常批评创世纪是神话。那么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难道进化论就不是神话吗？有谁真正目击到物种进化的过程？有谁真正面临看到一个猿猴变成人类的过程？就如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神创造的过程一样，我们没有人一个人见到神的创造过程一样。进化论相信化石，但是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创造万物，万物就被创造。
我们相信神的创造，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宇宙的雄伟壮观的话，我们看到微生物的精致的结构，大自然的井然有序之气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说：让主啊，你真是伟大，你的创造真是奇妙。我们通过来解释这些奇妙的作为呢？很可怜的是，他们还是在没完没了的在争论，在寻找自己认为对的真相。同时对神的信心也会引导我们超越苦难，不被苦难所打倒。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他谈到初代教会有许多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情况非常的艰难。因此有不少基督徒会问，上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为什么成为主的门徒后反而失去了家业，变成一文不值，甚至还被下到监狱当中，被人毁谤，被人嘲笑，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呢？这样的信仰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我们念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的大征战、各样的苦难，一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祭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就仰望神，他们看到神所带来的那种生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本章所写的目的的时候，还是要回答这些苦难基督的问题。作者就列举了许多圣经中属灵伟人的故事，有些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比喻，有些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有些是外邦的软弱的女子，神透过他们的生命就造成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彰显出神的作为。但是却有一些人，他们却是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属灵的这伟人的名册中，他们是一群人，却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常常为神受苦，在世人眼中像是一个人渣一样，到处被逼迫、被嘲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五节，然后看到他描述他们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起来看十一章三十五节。又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能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能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里漂流无定，本是世界，这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能为得着所应许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在这个英雄的名册里面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们却愿意甘愿为主受苦。当我们读完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在世人眼中属灵的伟人，还是默默为主受苦的英雄，他们都有我之前所提到的生命的态度。第一个，他们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第二个，他们深信这个世界是暂时，神应许一个更美好的家乡。这些人都存着信心而过去的，
他们并没有在这个世上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却从远处望见，以欢喜的迎接，并承认自己是世界上的客旅，继续的勇敢向前行。就是这样的盼望，使他们在艰困中不被击倒。就是因为有这样盼望，使他们在艰困当中，他们不被击倒。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来，全世界都在费尽心思对抗武汉肺炎的病毒。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一个口号说，只要我们齐心努力，就能够战胜病毒。这个口号听起来是很振奋人心的，但是圣经的真相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许多人死于病毒，传染力更强、致死率更高的病毒终会出现，更大的灾难会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经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弟兄姐妹们，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病毒，它有伊波拉病毒的致死力，加上武汉肺炎的传染力，那个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光景？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问题已经在我们身边，很快的就会发生的。从你近期所看那个病毒发展的数量跟它的频率，再加上人类对于这种药物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及病毒的速度，其实这何尝不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一种警告？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一种警告。当中国还大肆宣传说厉害了我的国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让中国的经济按下了暂停键，让中国的医疗系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危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病毒具有那么大的威力。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厉害了我的国，而是悔改吧我的国。等我们读到列王记上第八章37节到39节的时候，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上第八章37节到39节的时候，列王记上第八章37节到39节，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是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的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一个知道在神面前悔改的国家，谦卑向神祷告的国家，是有福的国家。弟兄姐妹们，身为海外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自觉的有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使中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因为神给他子民所预备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疾病、没有病毒、没有苦难、与神同在的家乡。然后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1章1到5节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不再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这是神给他子民一个最美好的应许，在将来那永远的天家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是永远永远的福分。这里就是为什么那些属灵的伟人，还有默默受苦的那些无名英雄，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圣徒们，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有盼望的原因，是因为在将来里面我们拥有那最美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得到，在那国度以外的不能拥有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唯有我们戴上信心的眼镜，才能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相。世上的人告诉我们说眼见为凭，但是上帝却说相信就能够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天堂绝对容得下14亿的人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为了这苦难中的中港台的华人祷告。他们唯一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什么？在将来神所预许的永恒的天上，那个没有病毒、没有饥荒的世界，才是属于基督徒的。这是我们的命定。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知道武汉肺炎的真相，但是我们深信，在将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完全公义上帝的审判宝座前，所有的事情都会真相大白。我知道很多人心情一定很沉重，担心家乡的亲人、朋友的安危，财富急速的缩水，不知道社会何时才能恢复到正常的运作，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影响到每一天的生计。这段日子对中港台的华人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前面的道路非常艰辛，前面的道路非常艰辛。当我在预备这讲章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来告诉每一位圣徒们这个真相。第一个，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我们只是客旅，苦难不会永远跟着我们，苦难会过去。将来的永恒的国度中，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永远同在的家乡。第二个，在这个特别艰困的时期，对神的信心要更坚定，不要因环境而怀忧丧志。无论光景如何，我们都要相信神的带领，就像那些默默无闻为主受苦的无名英雄一样，因着信心，他们对将来充满了盼望跟喜乐。即便他们当时看不见，但是信心带领他们走过那艰辛的路程。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们知道神必定带领他的子民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耶稣应许属于他人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透过今天的道来安慰我们。还有，我们一定要去将这两个真相去告诉那个受苦的同胞们跟亲朋好友，将这个真实的盼望带给他们，使他们在困境中有新的视野，有新的盼望。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这个世界不会越变越好，病毒不会从此就停止，不会发生，反而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在世界各地发生。如果你的人生只专注这个世界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投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越来越没有平安，
并且更重要的是，你将会失去与神同在，进入那个美好家乡的机会。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你，神让你听到这一篇道，还要赐给你机会，还要你现在悔改，要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耶稣曾向世界宣告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只有通过耶稣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耶稣是唯一可以领我们到永恒家乡的主，没有耶稣，我们就无法进入永恒的家乡，而是被永远的丢在那个火牢中受苦。我们不信耶稣，现今没有平安，将来更可怜，对我们有何益处呢？我们不信耶稣，我们现今没有平安，将来更可怜，对我们有何益处呢？这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恩典的呼召。在今天的回应诗歌里面，我知谁掌管明天里面的一段歌词提到，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为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为我知道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我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引我向前。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渴望吗？这不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渴望。我们一同起立来唱，我知谁掌管明天。唱两次，我们唱两次，这里可以利用这两次的机会，你有感动，你到台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可以来到台前，牧师为你祷告，因为今天神要对你说话。神要对你说话，我们再唱两遍，可以。